小米是素，小米是盐，袂吃唔饼一定输定。小米是乌，小米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一个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第二这个单元，来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77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请的电话。台北控制2977138。后来咱来看这新政治新闻吼，这个公民教招丁情呐，广播伊讲尊重啦，即马吼人民上大啦，真正啦，即马都会使讲这个时代，这个什么呀，敢那民气可用吼，民气可用。来，咱来看。这则新闻是中央社，那么19日电报道吼，这个广播今日表示尊重公民1985行动联名，而这个进行活动呢，有关联名制度面的这个诉求，广播一定会虚心检讨，彻底改革公民。1985行动联名将发动公民教招了。那么声援红中秋案，公布表示尊重公民1985行动联名的这个进行活动，对于这个联名的这个相关诉求涉法的这个部分呢，正由最高军事法院检察署积极来侦办，
另外有有关制度面的这个部分，那么国防部一定会虚心来检讨，彻底的来改革。陆军下属洪仲丘死亡这个案，真相还未明啊。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动公民告交，害这个仲丘一个公道啦。明仔载早起9点，将伫个国防部大门口集结唱军歌，炸点名哦。暗时啊，将伫个立法院周围举行烛光晚会哦。那么爱到军中受领权迫害伊个即个罗兰者，洪仲丘因大姊啊，洪祖勇。嘛将出色了，哦，啊，当然啦，啊，这个算讲主角的，而且个家属都爱代表，对不对啦？来致意啊，对不对？人咧替恁的这个洪仲丘的孙阿娘，吼，在城关啊，当然啦，家属嘛爱应要求，吼，也来参加，这个算讲。第一啊，对不对？讲几句啊话啊，哦，安尼唔则较热闹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无为谁战，为谁而战的，拢嘛唔知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敢那在唱独角戏的哩？哦，这是有关这个或者本土啦，哦，或者本土的啊，来。咱这则新闻啊，就讲到这，啊来个结束。其他下一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